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民族文化的精华，是人类生命记忆之光。近日，外国青年们跟着非遗传承人体验手工制瓷工艺，敲击金属感受赞金技艺，品鉴南昌瓷版画，学唱虚河高腔《牡丹亭》。听说今天这里来了位特殊的学生在学戏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叫张玉，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桑娜。你刚刚学的是什么戏呢？我刚刚上的是附中虚河高腔谐音黄大牡丹亭。吴兰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，让塞纳享受了一次中国戏曲文化盛宴，同时加深了对虚河高腔的了解。